张艺兴与杨天真正式解约，合作一年接连被吐槽，未来发展有点困难。说起张艺兴这两年的发展也算是备受瞩目了，作为流量艺人的发展前景自然也是备受关注了。近日张艺兴工作室发布声明表示，与杨天真所在的艺兴娱乐结束合约关系，杨天真不再担任张艺兴的经纪人。在参加偶像练习生时，张艺兴因为负责敬业等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，接着参加青春有你时却因为一些问题而让网友开始不断吐槽张艺兴。从点评选手说唱开始到后期节目中的合作舞台，张艺兴似乎每做一件事情就会引来无数反对的声音，从好评不断到接连收到吐槽，网友对张艺兴评价的转变似乎都是从合作期间开始转变的。